有此一说。您好，我是伊若芬，今天要为你读的是我的散文《孙中山双眼皮》，选自我的散文集《Emily 的抽屉》。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讳，过去我被教育成尊称他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书写的时候在尊称之前要空一格，口述的时候要双腿并拢立正站好。他是民族英雄，开国伟人，虽然我从来不曾崇拜过偶像，并不是我自视甚高，以为世界上没有人值得当我的偶像。政治人物、文史大师、演艺明星，所有被人啧啧称颂的可歌可泣事迹、才华横溢的作品、光彩炫人的表演，合乎这些偶像条件的人比比皆是，然而都距离我非常遥远。作为一个远观者、瞻仰者，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，毕竟对我缺少了真实感。何况在我求学阶段，他已经化成一座铜像，站在校门口，让我们远观和瞻仰，接受我们每个学生的举手礼。我读的女子中学是以她命名，理所当然奉行她的理念精神。即使我始终除了为了考试背诵，不能全部明白其中的谆谆教诲、微言大义。每天早晨一进校门，必须在他的铜像前停步、立正、行举手礼，再各自走进教室。有时候赶在早自习的钟声响起前，匆匆跑进学校，边跑边行举手礼，就会被军训教官叫住，要求重新回来，端端正正完成这一日之始的仪式。有一天，我又被斥责，要我好好向国父行礼。眼看我就要被班长登记迟到，我乖乖回到他的面前，口里不情愿地发牢骚：“只是做铜像嘛。”军训教官大吼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赶紧闭嘴，收敛态度，直挺挺地敬了个礼。等教官说礼毕，我才拔腿逃离现场。回家吃晚饭的时候，无意间提及今天的这件事儿，我的父亲极为严肃地说：“幸好你的教官没把你怎么样。”在大家都埋首为考进大学苦读的时候，被选为毕业生联合会主席的我，日以继夜投入毕业纪念册的编辑和印制工作，在教室外的时间比上课还多。关爱我的老师都劝我别当烈士啊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可不一定划得来。说的是啊，可是老师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历来毕业生联合会主席为主编毕业纪念册、筹办毕业典礼，以至于沦为重考的高四生，已经司空见惯了。为了毕业纪念册里校景回顾的专业，我突发奇想，何不拍摄礼堂的夜景呢？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感受过夜间的校园，
尤其那标志性美轮美奂的建筑，在夜色笼罩中别有风采。印刷厂的老板对这个点子很是激赏，自告奋勇当摄影师。我禀报校方，获得批准，就等老天作美，给我一个干净明澈的夜空。拍摄前，我把礼堂外的投射灯全部打开，和印刷厂老板从黄昏开始拍照。在那个没有数位相机的时代，我们拍的是幻灯片，说是疯狂谋杀底片，不计成本的大出血，只想留下1000多个日子里最美的瞬间。我们两个人拍得不亦乐乎，直到消耗光所有的底片，该收工了。等我走进礼堂，兴奋感渐渐消退。建筑里只有户外投影灯折回的细微光线。我摸黑穿过走道，经过数百位座位，手脚并用爬上舞台，拨开厚沉沉的丝绒落地长幔。有一对眼睛正瞪视着我，他留着八字胡须，抿着似笑非笑的嘴，好深好深的双眼皮。通常他的相片被高悬在舞台背景上，那一晚不知道为什么他被矗立在布幕后的地板上。虽然在课本，在各种公共场合，甚至在钞票上都能看到他，我可从来没发现他有好深好深的双眼皮啊。而且我也才注意到，这是一张好大好大的遗照。他的眼神仿佛要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，他是说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吗？我反射似的要把手举起来立正站好。这是我和孙中山的第一次正眼相见，正眼看他才晓得，敬畏有时是源于不明就里，真相有时简单的让自己觉得真可笑。100多年以后，革命成功了吗？我是伊若芬，为您读我的散文《孙中山双眼皮》，选自我的散文集《Emily 的抽屉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